请接步。我们这次的纸箱装置艺术呢，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展示而已，更是呢我们创意与艺术的结合。今天的主题是港区航行吧，这个是用非常非常环保的材料来所做成的。那个你看我们前面这条大马路，这个临港路哦，是每天哦来来往往的车辆哦，就连接车啦、马车啦、货车啦哦。那你们就知道连接车就是载什么，载货柜嘛。那你们看到货柜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想到船，想到什么呢？想到水手哦。那我们今天就是以这个环保的材质来做这个货柜还有一些水手的图像哦。以后大家可以来这边来可以打卡，将来哦这个是一个打卡的景点哦。我们还有一些活动哦，就是会带各位去体验哦，体验一下品茶，还有那个做那个那个什么蚊虫的那个包的包包哦。你看我们今天纸箱王所创造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以所有的回收的瓦楞纸所制造出来的纸张，而继续的再把它做出有用的东西出来，那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永续经营下去，还可以减少我们自然界的一个砍伐树木啦，还是的低碳排这一些啦哈。所以说今天也感谢啊制作单位及台湾市政府清化局这边，让纸箱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为大家呈现出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艺术品。以前来这里干嘛呢？买皮衣啊，买茶叶啊，买珠宝首饰，买很多的一些舶来品。舶来品，很多人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舶来品，就是过去啊，很多时候我们国际贸易没有那么流通的时候，所以啊，都只能靠着我们船员从海外带回来一些商品。这些商品呢，交给我们的店家来贩售。欢迎大家来那个舶来品商店街啦吼，啊，今天很欢喜的，啊，都遮，阮遮在咧办老年啊，都啊，大家来安尼哦，非常的欢喜啦。啊，看会带动啊，大家即个像较早安尼很老年的繁华会安尼啦。哦啊，再请大家较常来遮安尼行行看看的啦吼。既然来遮，阮咧计特别优待。我今日你能来，今日佫特价佫拍88折安尼吼，好欢迎大家吼，较来委托行佚佗。我星光皮鞋安尼吼，我已经做。来台中港已经一个40年了吼，我伫一个伫清水做15年，已经做55年了，非常的欢喜啦！今日大家安尼会当来遮呢行行看看，安尼非常的欢喜。